台大病院婚姻婚姻为了帮助真心病友，将病院外空地重新整修利用，打造悠哉小铺，提供给病友作为智能复健的场所。由治疗师带领大家透过远的工作，或者是简单的卖花茶，在舒适的环境当中，给病友来放松心情，减少压力，得到上好的治疗。舒适的工作环境，慢步调的生活。犹太的病医治疗师锻炼着精神病友，经过三个月的专业训练，也伫药在小铺开始服务。对所有朋友来讲，来个这也真正是放松心情，减少压力。就我觉得这边是让我一个很放松，然后可以开心的在这边做复健工作的地方。就大家的气氛就是比较悠哉一点，因为我们的招牌就是写悠哉小铺。参加过程中，老师会给我们很多养分，他教导我们如何去，有好的工作态度，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好的观念，就是我们还可以再走出去，我们绝对不是永远的所谓精神病患。将病变的抗体重新来整修，台大病院婚姻婚姻又在小步伫今日也来正式甲牌开幕。透过这款方式，也希望好精神病友踏出回归社会的第一步。台大病院也要请民众会当多多捧场，并和病友来做交流。已经有真侪病友啊，家属甲我问讲，咱病院边啊有两间厝，遮水呐，欧洲的小屋，这是要做啥物用？咱今仔日答案出来了，对，咱精神医学部甲伊规划。叫做悠哉的一个多肉植物，还有花草茶的一个休闲的空间。啊，希望咱的乡亲爱当来支持咱家的精神医学，这需要家的帮忙的家的朋友，因为因要回到社会，回到家庭，拢需要跟人来互动。精神病治疗，多来吃药啊，其实够真侪款的方式，亲像即摆悠哉小铺的开幕，和朋友会当来接触外界。透过玩具来感受植物，或者是家己来泡花茶服务民众，然后会当和大家来肯定家己减少压力。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复健的活动的一环嘛，意思是说呢，其实精神科的一些治疗，并不是只有说药物或是心理治疗啊，在生活中让大家有成就感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一些比较多愉快的感觉是很重要。而这个愉快的感觉呢，很多是感官的嘛，包括食物啊，或者一些触感、一些视觉的。所以在我们这边这个还蛮漂亮的一些空间，然后大家看那个多肉植物啊，其实本身就可以带来一些疗愈的比较丰富的一些感觉。台大病院婚礼婚宴又在小铺，目前也将伫每礼拜二、拜四有来营业，也欢迎民众会当多多来捧场，并和朋友开讲交流，帮助因重新回归社会，继续工作创报道。